我应该是之前去非洲一次啊，然后很想再去，啊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没办法去。那、啊、不得已，所以在嘉义成立一个工坊。其实我不太愿意做这种事情，那、啊、可是没有办法，我必须要开发一些商品。那目前我有一个物件是，有那个公益中心的那个绿公益，那所以一定得上那个拼扣椅的那个网站，就是有个电商的一个品牌就对了。那我品牌叫做他给我的品牌，我就随便填了、啊，那就是。那时候填是 TWT Wood， 我就把它叫 T Wood， 所以跟蔡老师一样，我这边有一个密码，有一个 T 的密码在这个地方、啊哎、所以因为开这个勾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然后我一直在算那个，因为开工坊跟家里面缺一张椅子桌子要做的其实不太一样的，我在算那个成本的部分，其实我们在买那个。大许或是胡桃的时候，其实面宽，你如果要挑到15的时候，其实那东西会比较贵，而且它不让你挑。嗯、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买木材的经验，你要就是一手安尼，啊，稳推它随便了，就是说，要不然你就两层这样子，两层，啊，两层就大大小小其实不一样，其实不太一样、哦、啊，所以我在做一个实验，但是这个实验失败的啦哈、哦，我说面宽这样子，然后再用接的。这个千万不要做，已经失败了，再做一些实验而已、啊哦、这是失败的一个作品。那因为老师教那个胶尾笋，其实我还是搞不太清楚那个胶尾笋的那个哪一个头比较大，哪一个头比较小。其实我有试做好几个版本、啊、自己在测试说胶尾笋到底是这一面还是这一面。其实我还是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了解，但是我后来发现胶尾笋的魅力。就把胶尾笋放大，就是把它放到最大。很多不懂木工的人，胶尾笋好像是全世界一样，就是木工的世界一样，就故意把它弄大，就是让它更凸显出来。那我这次没有做好，我打算做100张，做到好，我做到好，我一定要做到好，因为这是商品，哦，这不是一般家里面要用的那种椅子，所以我要开发，就是要开发一些商品就对了，然后想办法把那个成本的部分再把它降低。我应该没有办法像伟权黄老师买的那个能应急的那些薄头，哦，那个是很贵的。我在木创中心是不用那个东西的，那是对我们来讲是天价，那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很幸福。光如果说要讲材料费的时候，可能10000块。没办法起来哦，可能不止哦，可能你们要讲的材料费不止10000块，那所以有这机会来做一些像这样的一个材料的试验啊。以前工作真的是不会有这么好的材料让你们去做实验的、啊、那感谢两位老师。你也我们老师啊，我们在感谢你。感谢老师。陈老师是我跟刘峰老师北科的老师。那我顺利毕业啊。没有当掉。大概这样子的，然后这次没有做好了，这次没有做好。没关系，我们期待第100张的彩蛋。我要签名100张。所以我可以问问题吗？对，请说。你刚刚说那个这个槽为什么是失败的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结合就是说我这边跟这边结合的时候是其实不要做这种，因为你要对这边还要对这边还要对下面，所以我刚其实我前面做的时候是做这样子的，我是做这样子的，那做这样的话你要去对这两张，那对得起来、哦、那个真的是很痛苦，所以还是一次就把成本放下去，就是说我买舞蹈木就是买就是要面宽要15的，我再要帮我拼到30这样子。你可以买30的，要挑了。问题是他不会让你挑那种。刚陈老师讲那个重点，就是大部分的厂商他们进口进来后，有些确实有面宽30，但他不会给你挑，没错，除非你跟他很好或很熟的。哦，那你去现场，他们帮你把堆高机吐落来，那你自己在那边
调料，他们调料没调、啊。所以我看到这边材料实在是哇，真的是凶混啊！你们，你看我他们可能没有感觉，我把我的钱都给你们了，我进货组织都没有变，那我去买材料了。谢谢谢谢老师、哦。可能真的没有感觉，但是我看到那个哦，真的是。那因为我只有备一份，我没有时间做第二份，所以我就备一份材料而已。那所以我有很多瑕疵的地方，我没有材料补，所以有很多有洞的啦，就是那种，就大概这样子。那如果说我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再做第二张更漂亮的。嗯，然后我买的材料应该是买印记。四分之五的啦，那个都是印记级的，印记级的材料就好了，也不用买到两亿，然后还要去铺，这样子，所以这是规格的定，其实非常的重要。你买印记级的，你爆完的时候剩下多少，那就是你的厚度，所以一定是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，不是说随便我定一个2.0就是2.0，还是3.0，那你没有那种材料。浪费很多很多，那个爆掉很多。好，老师，谢谢。所以来分析一下这个做的流程啊。有，所以很明显哦，都没有人缴说你拿多少材料费的价钱哦，这是其一啊，好，都不知道你自己拿了多少钱，是不敢算吗？会跟你算钱吗？可能会啊好，假设这个做法是怎么做啊？好，以前我们有一个教案就是这样，这是两个一样的，那如果我做成一个框，这个翻过去在对面，那这样是不是上胶框体就比较好上胶？你这样上完了之后，从中间这里它就是对面嘛，就是这样，它是这样，哎，这样啊，但是只有第一层嘛，对不对？只有这一层，你中间锯掉，那是合起来就是两半，对，那中间这一个你就去用圆棒去找合适的圆棒，然后钻个洞，那你就柠檬片就连起来，这样是不是就完成？对。那假设我觉得这个的问题就是这个缝有点太大，然后这里没有倒角，做起来好像有一个肉会跑下去，哦，但因为我的肉是比较软的，哈，对对对，哎，那假设它只有大概15，因为这个大概到25左右。25，对。好，25啊，我觉得有点太大。好，那以这个部分，假设你要做这么深，其实断面很难打。好，断面很难打。像魏全以前做，我们做木工之人的那个脚座，他是用手压棒，啊，就是让前后台都下降，然后来打这个一点点慢慢调。好，所以手压棒的弧线就，其实它的轴心很大，蛮漂亮的。好了，给你斟酌看看，这样做起来是不是更快？那假设这个算的比例嘞，如果说这三颗都可以一样大，就会更好看。嗯，好，这三颗都一样大。你看，算应该花很多时间去。应该不会啦，就是你就叫我算给你看，不然我就在 K 的画一画再传给你嘛， K 的你应该会啊。啊，老师刚刚没有，没有，这太开心了啦，这太开心了。我想老师上次说你的毕业是老师帮到你吧？哎，没有，那是那个是黄志庆啊，不是我。对对对，哎，啊，再来就是老师没有讲到这个密码，像廷科老师的密码是16800啦。168，它是16800啦，是标价啦，没有什么，绝对不是168块。老师的密码是什么密码 ？T wood， 就是说我希望你一次买两张的意思。哦 ，T wood，OK，T wood，T wood，T W， 英文是不太行啊。就像老师说，他一直在想说，一直回想说能去非洲教木工，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去过非洲，应该是说都说。应该是所有东西都要做了，不是只有木工。就像我有去过一次俄罗斯，到现在一样很怀念呐。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道理。在那边生活是很艰苦的。哦，你不了解啊？老师没有听过这样话。而是去看女孩子。有了爱情，什么都不苦啦。别说爱情苦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